昆曲作为一项古老的艺术，在其整个600年的发展历程中，经历过无数次的时代演变。在兴与衰的轮回中，其艺术高度的不断提升，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昆曲人对于传承的努力与坚持。而传承一门表演艺术的最好的课堂，就是舞台。高龄艺术家克服身体上的困难，登台言传身教，是昆曲在当今时代下特有的现象。曾经濒临困境的昆曲，因为他们的坚持，在观众面前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留。老一辈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思考，对于人品的坚持，在这方圆之地与表演的技法一同扎入了年轻人的心中。因为你首先要见过，否则的话，如果特别年轻的，也许他没有见过一些前辈的演出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虽然说有一些录像留下来了，可是跟你亲眼看见在台上看见那感觉绝对不一样。就是像这次似的传扣题，什么，这也是学传承。你看吧，先生在台上的啊，你就看着怎么演的，看着点儿。哦，这么演的，这比学还进步得快。再加上你又演这种，那这进步那就飞跃性的。其实我们就是昆曲，真的是代代相传，一脉相承下来的。就是，昆曲你的根在哪里？其实就是在这些传统折子戏。那么传承就是老师，就是口口相传。那真的是叫一招一式的来教你，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教你。很多心理活动，孩子还不是太明白，孩子还在那，可能老师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很多所以然他不清楚。他叫我小姐，我还在做梦，我叫他秀，我以为还在梦里，那然后一看他呀是春香啊，我还在恍惚，我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他也觉得，哎，小姐怎么回事，这个锣鼓大演伸出去，你在春香在吃。那然后他再告诉我，春香在吃。哦，原来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啊！我们说昆曲那么讲究，那么精致，那么细腻，就在这种小地方，哪怕一个呼吸，哪怕我自己一个眼神，哪怕和对方交流的一个眼神，它都是有所以然的。我们是要把这个所以然搞清楚，然后把它表现出来，那戏才好看。结对，睡觉的结对成群。我们的乐队呈现跟这些老师的传承非常有关系。昆曲现在留下来叫4466嘛，4466支曲牌，常用的都要1000多首。那这个曲牌在现在就是完善的，又有据可查的。所以，说正确不正确，我们昆曲有句话叫做曲正而昆成，你曲子正了，昆曲才成。昆曲呢是百戏之祖，百戏第一，所以各个剧种他们都要学。我认为搞教学呢也是很有意义的，培养出那么多学生，传承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时候说，哎呦，急死了，我谁送本多。全送给你们。我希望就是他们将来比我好，啊，光自己好，到这断了怎么办？我们不断的要，那么前浪推后浪，一定要把他们推出来。哪一点是什么？哪一点什么？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对我的，
我感觉这是一种精神，最重要的精神。我们跟学戏的时候，其实老师们已经分散在全国各地，有的在贵州，有的在武汉，一个一个的去请回来，请到戏校来教我们。传子贝老师是昆曲，就是真的是唯一仅存的，那时候已经要快灭亡了，仅存的那一批老师。当时国家呢，1953年把他们集中起来，办了上海戏校，集中了将近10位老师，那个传子贝老师招了我们12岁到14岁的60个学生。所以老师们对我们是掏尽了心窝子在教，他觉得昆曲，因为他们每个人中间有个传嘛，就是当年办这个传习所的，前辈啊，就希望昆曲能传下去，所以他们把一生的心血都传给我们。他们那时候呢，有的都改行了，有的还在文艺界呢帮忙，也是搞搞指导工作什么那个，那身段训练。就是这么一个，那么完了以后呢，一下子变成老师了，就是教戏的老师，昆曲的老师。当时老师们已经20-30年不演戏了，但他为了让我们看到戏，他们也化妆，也演给我们看。看的时候，我记得这是我们进学校的第一天，记得一个老师，就是后来我的恩师啊，沈传志老师，他演的许仙，他是又矮又胖，啊，他一出来我们就笑。为什么他老在一个白娘子在追他嘛？他就在后面啊呀啊呀叫，我们跟着啊呀啊呀叫。昆曲给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。传子辈的老先生们当年用他们在舞台上最后的光辉，感染了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昆曲人，成就了他们与这门艺术难舍难离的人生。时隔半个多世纪后，如今的年轻昆曲演员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也同样因为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舞台感染，而树立了自己对昆曲艺术的追求与信念。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旦角了，然后觉得好像旦角跟自己距离好远，然后突然就那天看了一出《牡丹亭》的《惊梦》，其实那个就是岳老师演的柳梦梅，然后一看，哇，好帅啊！哎，当时就是一个念头一闪现，那我不唱旦角，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唱小生？出在这里。因为昆曲里呢，在我这个之前100年，应该说没有女小生，小官生、京生、大官生，还有雉尾生，你一个女孩子能演这么多，就难度很大。而男孩子呢，条件好的他就可以都演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很有局限，我也并不希望他演改行。那么当时呢，他们就把他领过来，你看看再说。后来也是老师后来跟我们说的，他说那个时候就看到我们几个啊傻乎乎的孩子，看到他好紧张啊，他笑嘻嘻的就说，那你们给我唱一段吧。请看后戏。我一看他，哎，个头哈，比我高，哎，一喊两声，哦，嗓子挺宽的，形象也挺好。本来他是不想收学生的，但是一看到，哎呦，这几个孩子，他就觉得很认真嘛，他一下子就把他给感动了。我问他你为什么？他说我不喜欢那个旦角这么扭扭捏捏，我喜欢大方一点。哎，那我去试试看，就这么开始教，我教了他10年大概。昆曲表演的难度与深度，让这门艺术形式的师徒传承，在技巧之外，有着更多的层面。他说：“佳慧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就是过来人啊，人家可能练一个东西很快的，很轻松的，不要花很多力气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。但是你肯定不是，因为你是个女孩子，所以你练的。”
老师的表演都是一次学习和思考。像我昨天我就突然发现，哇，老师的眼睛好温润啊。感觉就是老师的那双眼睛给我很大的一种启示。他看那个杜丽娘的那眼睛，那个目光啊，好暖啊。你看蔡老师今天演出啊，他那幅画都到了已经后半出了，他才把这个画挪过来啊，放到前面，放在这个桌子前面啊，示人啊，给观众看。那为什么这幅画不提早拿出去呢？哎，那蔡老师是有他的说法。那你一开始就把这幅画就给了观众了，啊，其实观众这一幅画所有的东西都一目了然了，啊，那你后边唱的所有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啊，观众要看你这个画上表现的是什么，有什么，完全要通过演员的手眼身法步、表演声腔啊、唱念做打，把它表现出来。出色的劲呐！曾在那里见过一次的，怎么在你想不起来？我们通过老师啊给我们的讲解啊，戏情戏理啊，我们懂了这个舞台上应该要什么啊，我们表演人物应该怎么铺排。啊，这些个方式和方法，表演的要诀啊，或者是呢必须要遵守的一些个表演规律啊，那么都是在蔡老师的身上，或者他的言传，或者是身教当中啊来学到的。年轻的演员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需要老演员、中年演员、有经验的一些演员来要帮他们、带他们。在舞台上进行实践，这些孩子对我是没话说，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我也愿意把我的所有的学的东西都愿意亲情的教给他们。平时老师也许跟我们说戏讲到那些东西，我们意会得到，但是呢，你要真是很透彻、很深刻的理解、很深刻的去感受呢，就始终是隔了一层东西。然后你看了老师现场演出以后，你就会觉得哦。原来做到这个80分跟做到100分，他就差那么一点，就差那么20分，但是那个观感就完全不一样。哎呀呀呀呀，又是一位贤惠之人。爷爷怎么是杜丽娘？你要是做到80分的，我看了觉得哎，这个挺好看的。但是如果你做到100分呢，就会特别感动。哎呀，这也不想咱们太多。现场观摩老师的演出，甚至有机会与老师们同场同台演出。大师传承版《牡丹亭》，让几代昆曲人跨越了年龄的壁垒。汇聚一堂，向人们展现了昆曲的未来，也让年轻的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演员们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。